大家都称他为杨宝贝。昨天我在 Facebook 问了大家有没有问题问这两位小姐，所以今天我就会问出这些问题给这两位小姐回答。OK， 最后一个问题。Dennis 和大勇谁比较软男？软男啊？软男。真的，我觉得 Dennis 大勇比较生气， Dennis 比较暖。因为我们什么意思？软暖男？我赢了。OK， 拜拜，这一集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耶，下次我们找别人一起，等你，拜拜。